好渴。我房间，你一晚上要帮我弄湿多少次才甘心啊？一晚上你又要把我推倒多少次你才满意啊？疼，疼。淡定，我还没说你强摸摸呢。蜂蜜水，解酒的。所以。喝多了，然后跑来了你的房间，结果刚刚你去洗了个澡，好像是这样。那我都对你做了什么呀？真想不起来。一定是在做梦，对，一定是在做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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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做梦。哎，疼不疼？疼。疼就说明不是在做梦。那你为什么不把我送到我自己的房间里啊？你都醉成那个样子了，要是再自己跑出去，我可没第二条命再救你。我应该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喝酒啊？因为郑婉莹的话。我想我妈了，我想我妈了。昨天晚上我睡觉突然醒了，你不在，我一个人就觉得特别的难过。可能是最近跟秦胜胜他们接触太多了吧，我就总想我妈，所以我就喝了点酒。现在我了解了你的立场，也明白了你为什么要跟秦深深赌这口气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，相信我，你不是一个人。谢谢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有件事我们得理清了。今天我只是高山。
这样是不是比强吻的感觉更好一点？我那是。